师傅，你觉得这个世界你最不能理解的是什么？脾气好的人都在受气，善解人意的都在体谅，会照顾人的没人照顾，会哭会闹的都有糖吃，那些懂事的人反而没人心疼。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啊？因为你看上去太懂事，太乖巧，太懂得隐藏情绪，他们就觉得你受点委屈也没什么。正因为你什么都不要求，所以别人